周星驰自当上芬达校园的校长后，势必将欢乐和欢笑进行到底。继上一集开学篇广告之后，现在又完成了第二集的广告早操篇。与上一集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加入由他一手挖掘的全新一代星女郎张雨绮，与他一起缔造芬达校园的欢笑。而在新一集广告中，也加入了许多电脑特技以及高难度的杂技动作。新的，我当然有很大的期待了。您觉得和芬达合作是不是非常愉快的？还非常非常愉快，因为他们他们创意很好，还有他们也是跟我一样的，就是很有获利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有很，将来也会有很愉快的合作。还有我们，谢谢。那么，我知道就是在第二季的广告片当中呢，你说最具有意义的一个时刻。Kitty 很聪明的，她因为
其实 CEO 他第二跳这个 Mingo 这个跳舞，这个 Mingo 很困难的，但是他真的节奏真的很厉害，很好，很好。特别一点是跟 Steven 一起想出来的，所以有他的80%的意见在里面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给彼此更加特别好玩。广告女主角张雨绮非常重视这次处女作，特别是与巨星周星驰合作，既开心又有很大压力。为了跳好片中一段拉丁舞，张雨绮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开始学习。虽然是舞蹈科班出身，但也不敢怠慢。对的，那个舞蹈我大概前后练习了一个月左右，之前是先跟着碟片练习，后来是老师来现场教，就是在拍摄的时候我都会紧张的，有时候在旁边不停地练，因为没有尝试过是 Flamingo 这种舞蹈。然后我觉得，所以芬达的创意是很棒的，我很喜欢这个舞蹈，很喜欢我穿那套橘色的裙子。作为金像奖最佳导演的周星驰，这次在芬达广告的拍摄中不仅出任演员，而且还客串了一回导演。据悉，新一集广告片的结尾是由周星驰亲自想出来的，导演透露非常有周氏的搞笑风格哦。